周震南在微博晒出亲手化妆的假人模特阿曼达和一张自拍，并配文：阿曼达拜拜，补一张照片唠叨一下，请洗手，注意防护，一切平安。据悉，周震南在稍早前的直播中化身大 V 美妆博主，给假人模特阿曼达化妆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阿曼达的眉毛被周震南画得十分粗重，眉尾上翘，被网友搞笑调侃是国际名模张飞。周震南还十分有心地为他和自己拍的头顶上方加上爱心和花朵滤镜，童心满满。非凡娱乐是。